Don't you worry, baby. All those days we spent together. Oh, the fire you're giving up. All the times the spark has struck. We can kiss goodbye to this wondrous tiny night. All the laughter we will never have. All the sunset we won't catch.想想我使用 Red Komodo 也快两年了，很多粉丝也都跟我说过希望我出一期讲解 Red Komodo 的视频。既然 Komodo X 也发布了，我就想着在 X 发布之际讲讲我对使用 Red Komodo 两年来长期拍摄后的感想。那我也不希望这成为一个什么评测之类的或者讲解之类的有的没的，而是希望集中于我在拍摄工作时使用此机器的一些体验，一些我个人喜欢的地方，一些我觉得希望可以改进的地方，有一些我个人的看法，那希望可以给有需要的朋友更进一步的了解 Komodo 这台机器。那其实用了这么久，我觉得最能总结的一点就是 Red Komodo 自然不是一个全能的机器，但是它是一台真正意义上的迷你电影机，因为它承载了电影机最重要的一个特性，那就是靠谱。这个特性体现在它的画质与整体的构造，还有特别是用户体验等许多方面。那首先是 Red Komodo 的色彩与 R3D 的 RAW 格式，那我觉得这一个也许是 Red 机器最大的卖点之一。 Red 的色彩科学那真的是没得说，简单还原一下我就觉得已经非常的好看，是我们习惯在大屏幕上看到的动作电影的色彩。最新的《星际护卫队3》就是使用 DSMC 三代机器，Raptor 以及 Komodo 来拍摄的。我特别喜欢 Red 对肤色与绿色的解析。那与阿莱的色彩比起来，我觉得 Red 的色彩会更加鲜明且有活力。我觉得阿莱更加自然的色彩更适合拍摄剧情电影，而 Red 的色彩尤其适合拍摄广告与 MV 这一类的项目。色彩科学是我选择机器很看重的一点。机器本身我觉得就需要有准确且好看的色彩，特别是对肤色解析，我觉得不仅可以让我在片场上监视画面的时候可以很放心的知道真实会得到的画面色彩，也可以帮助我受到更多的启发，在后期调色的时候也可以让我有一个更加准确的色彩运作的基础。甚至很多时候我觉得 Red 色彩都不需要做过多的调色，画面就已经十分的漂亮。 Komodo 也有着较高动态范围，对高光有着柔和的解析，高光到阴影的过渡也不会太烈。那虽然肯定不及阿莱或者 Raptor XL 的这一些动态范围，但是我觉得对我目前的项目来说完全够用。 S35 传感器得到的画面的质感也是十分的自然有细节，但是也不会过锐，我觉得并不会像索尼 FX3 或者 FX6 得到的画面那么数码感，我觉得甚至有点胶片感的质感。 Red Komodo 也可以拍摄的 16-bit R3D 的 RAW 格式，可以让我在拍摄的时候很放心，也可以让我在后期调色的时候能有非常大的自由度。 R3D 允许我们可以在后期任意调节画面的白平衡，那如果想要尝试不同的冷暖色调的风格，也可以十分轻易的就在后期达到，在拍摄时候也可以完全不用担心色温啊色差的这些问题。 R3D 也允许我在后期可以在不改变画面曝光的情况下任意的去改变画面的 ISO 参数，来得到我想要的画面的亮度的增益，并且 Red Komodo 能够内录的 R3D 的文件现在有 ELQ、LQ、MQ 和 HQ 的多种压缩格式，可以根据项目的需求去选择压缩的文件大小，对于存储上面来说也可以更加减轻负担。我一般的项目拍摄都是使用 MQ， 自己拍摄都是使用 LQ 或者 ELQ。 那说到曝光， Komodo 的曝光也是直接干脆，
并且 Komodo 自身会给足够的工具来辅助你的拍摄。像是机内具有的伪色是我最喜欢辅助曝光的工具，可以达到十分细节的整个画面的曝光准确度。虽然我更喜欢使用 Small HD 屏幕自带的伪色，我也非常喜欢使用 Komodo 自带的曝光指示灯来辅助我的曝光，过曝或者过暗，上下指示灯都会亮起来。当然实际的曝光要根据你的画面内容或者你的叙事的氛围去决定。全域快门也是一个我十分十分喜欢的功能，因为我非常喜欢拍摄手持带有自然晃动以及大范围运镜的镜头。这么多的拍摄中，全域快门都可以保证我完全不需要在片场上担心画面中会有任何的果冻效应，是一个非常靠谱的一个功能。那 Red Komodo 的外形设计也十分的靠谱，是完美的方块形状，这样子可以保证我们在片场拍摄的时候可以十分轻松的将所需的配件安装在你相机的 rig 上，也可以很有效率的去设计你的 rig。 Komodo 材质也是够硬，使得机器整体十分的坚固和耐用，也有着非常好的散热风扇。比起我之前使用过的黑魔法的 Ursa， Komodo 的大小与重量可以让我更加轻松的达到不同样的拍摄方式，车拍、稳定器，也可以插入 P-Tab 转 DC 线来供电，或者直接插入佳能的 BP 电池来达到十分轻量化的装置。特别是安装上我非常喜欢的 Red 原装的 Outrigger 录制操控侧手柄，便成为了一个十分便携的手持拍摄的 rig， 可以使我在各种各样的狭小空间里也可以拍摄到我想要的画面。如此小的体型就可以拍摄不妥协的十分强大的 16-bit R3D 的 RAW， 有着 Red 的色彩科学，也可以跟其他 Red 不同价位的机器一起合作拍摄，对我来说有着十分不错的价值。而另外一方面，在团队片场拍摄的时候，装上兔龙的 Red Komodo 也自然可以让我轻松的围绕着这么一个小的一个方块延伸组装成十分专业的完整的rig， 来帮助我完成在片场团队拍摄的各种需求。那这个便是我选择 Red Komodo 最大的一个原因，是它的用户体验以及它的强大的拓展性。因为我十分喜欢去设计我的相机的配置，这是我的一大兴趣，而 Komodo 简直就是完美的 rig 机器。机器虽小，需要有的配置却都能实现。机身自带的螺孔让各大兔笼厂家都可以尽情的设计出十分实用的兔笼。 Komodo 开放出来的适配的背面的电池接口也允许了厂家为我们提供许多不同的 V 口或者安通口的电池板，可以延长 Komodo 的开机时间，并且帮助我去为其他的配件供电，像是我经常使用的 Nucleus M 图传还有监看的屏幕，不需要像其他机器一样要在后面装电池板，就还得需要 15mm 导管这一类。那这样的组装 Komodo 起来也会比组装DSMC2 所用到的配件要成本要低很多，并且整体的 rig 会更加的方便和小巧。并且如果使用我最近十分喜欢的 Wooden Camera 的电池板和他们的延长配件的话，在插着 V 口或者安通口电池的时候，可以将 BP 电池插到右边的这一个接口，就可以达到 Hot Swap 的功能。这个在很多其他机器上面我觉得都很难如此轻松的实现。新的 Komodo X 搭载了与 Raptor 相似的 Red 原装小型V-Core 电池板，这样子确实可以更进一步的节省背面电池板所占的面积和购买第三方配件的这些成本。不过 Hot Swap 可能就没有那么轻松了，就得用到 Shark Fin 版了。那 Red Komodo 毕竟一开始是当 Crash Cam 去设计的，所以自带的接口不多，不过这个9 pin 的 EXT 孔的实用性相比也是非常的高，我可以直接插入 Small HD Cine 7的屏幕来在屏幕上控制 Komodo。 Small HD 的控制面板做得十分的不错，控制菜单也设计得非常人性化，我也可以插入铁头 Nucleus M 的控制线来让我的 AC 帮我远程操控 Komodo 录制与停止。如果需要，我们也可以使用许多第三方的配件来得到扩展接口的可能性，像是使用铁头的 Advanced Power Distribution Module 还有 Wooden Camera 的 B-Box， 这些都可以插入它的9 pin 的 EXT 孔来得到拓展。那这些功能都可以让 Komodo 成为一个十分靠谱的机器，使在片场会十分繁忙的我更加安心的去专注于创作。当时我想说的是，这些功能其实并没有使 Komodo 变成一个比其他电影机更加简单的电影机。有人可能会觉得因为是 Red 的色彩所以怎么拍出来的画面都必定好看。 Komodo 的靠谱并不代表着它就可以让你更轻松的拍到好看的画面。如果你的灯光没有打好，那低光的画面表现肯定不如索尼。我觉得选择使用 Red 机器的决定应该是在你已经有了好的打灯的基础再去做的决定，先将光用好了，
曝光、叙事、构图这些技术都练好了，下一步可以再去考虑你机器的画质、2D、3D、色彩这些问题。也有人问我 Komodo 自动对焦如何，那肯定也不如索尼、佳能这些。但是选择使用 Red 也应该是在你对跟焦的应用有着很好的理解，如何使用跟焦运镜去辅助你的叙事后所做的决定。不过当画面的这些元素啊都达到一定程度后， Komodo 比起同价位的机器肯定可以让你的画面更上一个台阶。 Komodo 录制 6K17:9 的时候，它最高帧率是 40fps， 其实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问题，能有拍摄高帧率的功能自然好，但是我基本上 80-90% 的叙事拍摄都喜欢使用24帧，真正要拍摄慢动作镜头的时候，我目前本身也不会有超过使用高过40帧的需求。那如果 Komodo 后面可以升级到 6K17:9 能拍到48帧，我觉得就已经完全够用了。如果对于有高帧率需求的用户， Komodo X 确实会有可以拍摄更高帧率的能力，或者可以直接就是考虑上 Raptor。 还有就是关于烧 SDI 口的这个讨论，这其实并不是 Komodo 的一个问题，只要是 12G 的 SDI 在其他机器上都会有这个情况。其实本身我觉得吧，这就是一个摄影师需要去培训自己的技巧，我们需要去遵循 SDI 的正确的使用方法。那如果真的烧了 SDI， 那我觉得是个人的问题，并不是机器的问题。这就像是很多人不小心将 P-Type 口插反了，然后把器材烧了，那就去怪器材。但是 Komodo 也有一些我真的不是很喜欢的设计，那其中一点就是在于现在的这个录制按钮的位置。有了 Outrigger 手柄之后，我基本上从来没有用到侧边的这个按钮，使得 Outrigger 的手柄对我来说成为了一个必须携带必不可少的一个配件。 Komodo X 的新的录制按钮位置改在了前面，这样子的设计我会更喜欢，更加人性化，那肯定也会更多的用到。还有就是 Komodo 的 SDI 口的设计是在底部，这个我不是特别喜欢，因为使得插入电池板后有点难插入或者拔出 SDI。 那新的 Komodo X 就有了像 Raptor 一样的设计，将 SDI 改在右侧，我觉得就好多了。那我自然也是希望 Komodo 未来能有内置 ND， 或者可以像之前的 DSMC 二代一样，可以有可置换的内置的 IR Cut 滤镜啊，还有原装可更换的这些卡口。虽然说我上片场都会自然会使用到遮光斗，那所以 ND 滤镜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不过能有内置的 ND 滤镜，自然是可以使拍摄变得更加方便，也可以进一步的扩大镜头的选择。比方说东正的 16mm 旋风就没有办法使用到遮光斗。不过我也是挺喜欢 DSMC3 承载的 RF 卡口的， RF 卡口也是一个兼容性十分高的卡口，可以轻易的安装上比方说佳能原装的 RF 转 EF 转接环，又带 ND 的转接环，还有一大堆 RF 转 PL 的转接环，并且现在也有了 Mofage 的 POCO， 还有 Red 也自己也正在研发的带有内置电子 VND 的 RF 转 PL 的转接环。那机内的内置 ND 好像也就不是一个当务之急的问题了。用了这么久，我觉得 Red Komodo 是处于一个十分不错的地位。对于从微单上来想要更进一步的学习使用电影机的用户， Komodo 可以是一个十分不错的电影机的敲门砖。它可以让你更进一步的练习如何使用电影机，如何使用手动对焦的画面语言，如何曝光，如何去更苛刻的运用好光，如何去瑞考你的相机来进行的团队拍摄，也可以让你在相比较低和入门的这个价位可以加入 Red 的生态系统，去获得 Red 比方说他们十分完整的技术支持，还有 Red 自身的色彩科学 2,3D 的这些格式。对于已经是专业摄影师的用户， Komodo 是一个十分不错的迷你 B 级电影机，可以帮助你更轻松地达到其他电影机难以达到的轻型的rig 和拍摄到更多有意思的画面。像是我喜欢装上像是老蛙 12mm 的广角镜头来拍摄非常有意思大幅度的手持画面。比起其他电影机进行肩扛、手持、稳定器、户外拍摄，这些都可以更加轻松。 Red 也一直在为 Komodo 更新十分有用的固件升级，其他厂家也一直在为 Komodo 出十分有用的这些配件。所以这么多的功能使得 Red Komodo 在过去两年来成为我拍摄项目也好或日常拍摄也好第一个最想拿起来的机器。那我觉得这也是 Red Komodo 一个十分大的一个优点吧，就是它鼓励和激励你去想要更多的拍摄，更多的去创作。那以上是我长期使用 Red Komodo 拍摄之后的一些感想，我也希望这期视频呢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帮助，也可以让你更深的去了解这台机器。那我是 Nick， 我们下期再见。